爸爸给你梳个帅气头，好不好？好。帅气头，我们梳个那个冲天盆。他居然答应了。秘密武器来，要大橡筋还是小橡筋？你选一个。要这样梳顺呢、啊，妈妈教过我的。可以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。梳一个漂亮的头啊。梳一个明星那种冲天盆。哦，冲天盆要冲起来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梳一个冲天盆。哎呦。要这样梳顺呢、啊，妈妈教过我的。很痛，不痛吗？很痛。哎呦我的天，前面全掉了。很痛。还痛啊？那说明你的头发不够柔顺。哎呀，我看着都痛。啊，好痛啊！我又痛了，又痛，去去去去去的，哇！那把后面梳上去。来坐。其实爸爸现在一头汗。绑孩子头发就是最难的，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动，所以要拉紧啊。还痛吗？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坚持一下哈。哎，这个冲天盆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啊、哦，都崩出发际线来了。痛不痛？不痛。不痛了吧？嗯。确定不痛了？确定。确定不痛了啊？确定。把自己弹到了。哇！客气客气啊！太不容易了，允儿。妈妈说的要散开，哎呀，散开。这是开花了吗？啊，开花了，哎，哇，好漂亮呀！啊！我要去画火花。去吧，对对对，画会画。哥哥在旁边已经受不了了，我去画火画吧。